大一大学其实积极在营造一个友善的校园。其实呢，从创校的理想，在师徒制的部分，其实就充分发挥了这个特性。那因为老师们长期跟学生在一起，那么从这个只要学生有任何一点点发生这个，不管是心理或者是感觉到在这个教室里面或者是在课外活动里面有任何一点点不舒服的感觉，其实呢，透过导师制，他能够很快的，导师能够很快的了解学生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反应，那这个就能够做第一线的处理。当然，也这个情况也不能够完全避免，所以呢，在我们的学务处里面还有这个心理辅导师、心理谘商师，然后透过系所主管能够这个双重并进，能够让这个真正这个有任何可能的状况都能够降到最低，然后积极营造一个这个友善和谐，那这个霸凌这个降到最低的一个校园环境。那目前我们看到全国的很多学校里面都有霸凌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虽然在大专院校里面可能比较不是那么形式上的霸凌，可是可能也充斥了一些可能言语上的或者是这个稍微的一些肢体上的霸凌。那目前在我们大学里面，因为就我们的传统里面有这个很好的这个师徒制，那在我们学务处里面，我们有这个生活辅导组还有学辅组，那这两个单位里面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心理的谘商师，还有在生活上的教官的品德教育的辅导。那因此大一大学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很早就开始着手在这个防止这个校园里面的这种霸凌行为。关于教育部推动独山校园反霸凌这个活动，其实我们大一大学基本上在每个学期都会有一周的校园安全周。那这个校园安全周呢，我们是结合校园安全、交通安全还有春晖无反的活动，结合警政单位、消防单位还有各社团来一起举办，来营造我们学校的校园安全跟友善的校园。那在各教官方面呢，他们也会在每个学期的第一周都会针对课程上面跟同学介绍跟宣导生命教育还有反霸凌还有品德教育、人权教育等等这些。除了学校的专线0800787988这支专线之外，我们教官室还有一支专线，我想大家都是能够耳熟能详，就是8511119。那如果各位同学对于霸凌这个东西，也就是说呢，你觉得在言语上面或是在网页上面有受到其他同学的霸凌或者是觉得不舒服的地方，也可以打这支电话来通知我们教官室。那我们教官室呢会结合导师还有学辅组一起来为您服务。如果您有被霸凌的现象发生，那欢迎请打0800787988这一支专线，会有专人为你服务。如果再没有遇不到解决的办法，那就欢迎去教官室洽询教官，教官一定会帮助你的。同学，勇敢站出来反霸凌。那大爱大学在校园内也设置有反霸凌的专线，那专线号码是0800787988。那我希望这个最好是不要有这种情况出现，但是呢我们有了我们也不逃避。那我希望说所有的学生都能够记住这个号码0800787988。那这个我们的心理谘商师还有这个第一线的导师都会做这个很迅速的这个处理。0800088。